你这样会危害整个市民明白吗？你这种做法真的是很严重，违反了这个法律。我们不只要关掉你的整个厂，来把你封上法庭。这个年龄我们没有得跟你妥协的，哦，这危害到这个水的那个问题啊，你污染水源了，人家喝什么水？